MoviCon Web HMI 是一个开放和可扩展的跨平台软件。Web HMI 应用软件是基于 MoviCon Next 软件平台的。Web HMI 被设计为跨平台和独立于硬件的，支持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。Connect IO 数据服务器作为 Web HMI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，通过使用 OPC UA 协议和 PLC 连接。通过采用相同的编辑器，任何项目都可以在 Web HMI 或 SCADA 界面上运行，实现完全的可扩展性。集成的部署服务器允许客户轻松地将项目和它的远程管理从 PC 编辑器传输到任何相连的目标设备。Web HMI 是完全基于 Web 的，可与任何浏览器兼容。Web HMI 使用 HTML5 和 SVG 技术，保证最大的安全性，并且只在客户端处理图形。Web HMI提供对所有 HMI 系统特性的完整管理，包括 SVG 图形和符号、报警和日志管理、带有分析功能的数据库历史数据、报表、文本和语言变更管理等特性。 MoviCon Web HMI 相较于传统的 HMI 系统提供了更多的先进特性，包括配方管理、基于 FBD 功能快图的逻辑引擎、支持地理信息地图、支持增强现实技术。编辑器可以向上扩展到任何项目，或将其整合到平台的生态系统中。其巨大优势是允许使用相同的开放和可扩展的系统，独立于目标硬件，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喜爱的硬件，并根据您的需要和预算提供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统的运行解决方案。爱默生高素质的技术和支持人员将提升服务价值，为您的业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。简单、高性价比、可扩展和集成性是 Web HMI 的特点，一个编辑器适用于任何项目，以降低成本并保证跨平台的解决方案，可以从小型嵌入式 HMI 分配到大型 SCADA 系统，用于整个企业范围的管理。